有妈妈，它拔牙齿它会出的。其实不是，是要从它嘴巴把它吃掉的一些奇奇怪怪东西拿出来。我们要帮它把嘴巴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它还老鼠鼠要出来了，好可怕！你们看它的牙齿，牙齿好生气。现在讲游戏规则，我们转到什么颜色就拿什么颜色的物品出来。这个是金属的夹子，如果碰到它嘴巴里面的金属，它就会嘴巴就会闭起来一点点。然后就要放一个回去，然后你原本拿到那个也不能拿，它牙齿不会突然蹦。还有狼鼠鼠容易感到疲倦，随着游戏的进行，即使你没有碰到金属，它上颚关下的频率会越来越高。我们现在放东西进去，然后不行，它吃了好多人，它吃了我。那你怎么就这里？里面有裤子，有眼镜。还有青蛙，摇一摇，我们打开。Okay. 我只能说非常的均匀了。我们要学狼叫，看谁学的比较像，那个人就先开始。一二三，啊呜！啊呜！谁？就让妞妞先好了。姐姐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像，那我先开始。举手。绿色，恭喜你是雪雪。橘色，裤子。太累了。那就不客气了，裤子。裤子。很好，我要鞋子。来吧。做高明就没有碰到它，绿色好 ，OK。哪里红？蓝色。我猜到绿色。呵呵，是什么？蓝色。蓝色。对的，快没了。这是合起来了吗？起来了，所以是念念输了，现在把东西都放进去，摇摇摇。均匀均匀，现在是第二局，那就输的人先吧。先来转蓝色，这是什么？太累了。蓝色。橘色，哦，它的牙套好可爱，它嘴巴一直在动，因为它哭了。谁哭了？我又没有哭。我是说它。你要说老鼠鼠，绿色，累了，你难了，你难了，蓝色。嘿嘿，绿色。你知道谁？谁？你说。我都还没讲，他就哭了。我们要玩第三局，然后输的人先。怎么可以放鞋子进去？也是一样，橘色，累了。骗你，蓝色，好了，绿色，碰到牙齿会怎样？会怎样？还弹出来。拜托你说，橘色，好，绿色，他吃了许多，好了，这是一个不好玩的，每次他妞妞他就。
叔叔蒸太久，他嘴巴酸了，他嘴巴就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这个还要靠运气，这有时候他累了，他就睡着了。你连夹都还没机会就输了，所以你要赶快夹。这个是在《玩具反斗城》看到的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一个赞。还没订阅的请来加订阅，按下小铃铛才收到新闻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片。妞妞 TV 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长时光，这里可以订阅，是在玩游戏跟开直播，这里有播你们可以看。拜拜。